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观音今天下午打胚啊，我们去找王老师那里看一下。刚才他给我发信息说打胚了，叫我过来看一下。也不戴个口罩啥的，风那么大。这料味道好浓啊！有味道的，厉害。啊，这个粘住很厉害。这个油性高啊，粘住了吃都吃不了。这个什么时候开脸？什么时候开脸？开脸，我感觉开脸再来开一下还好。这个脸没怎么花纹的，这里，因为这样进去的话，花纹少。这个它不花。上面那个衣服你自己做啊，它那种感觉太不简单。你这笔画了能看到吗？看不到，反正有一支白色的笔没了，看不到，不好看。粘得很厉害。这个粉末。太油了。今天开不开脸，还是改天再开？改天再开。把整体先那个。等你再拍一些打出来。那就改天再来拍。观音今天只能打胚，等开脸的时候我们再过来拍，因为观音同料还有一点小边角料，大哥要想把那些做珠子，所以我们现在过去做珠子吧。